Welcome to West Virginia, wild and wonderful. OK, 我们到这儿了啊，这是标志 Welcome Center。哇，这是我们来的西弗吉尼亚在美国的位置。这是我们漂流的河。我们是在网上买票的，到这儿就拿票就好了。然后这有人专门培训一下。咱们走这个大桥真来劲呀，从高处俯瞰这个峡谷。这好像是美国第三高的桥。曾经是第一高的，对，然后最后被其他的占领了，超过了。嗯，来到上游以后，自己得把船拖下去，哎呀，好沉呐！这活不好干。嗯，那个没有经验的不用担心，他刚开始的都是培训的。Set ready, left turn, left turn, left turn. 好，对。Stop. No.Little bit of pressure. My bad. If I say left turn, that means back paddling on the left, forward paddling. Right.Try that again. 山里头云在，我觉得特漂亮，好像特别低哈，然后走得特快，很漂亮，是。嗯，这个山谷也很漂亮，两边都是高山，啊，中间是啊。这第一个。对，叫火车道。嗯，因为这周围有两个火车道，因为以前是弄煤的哈，拉煤。This is five. One. Two. Move. Go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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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哇，这地方可以游泳啊。对，这个公司组织的这个，我觉得比以前我们去过的漂流比较好。它中间有松有池，让你在这儿，哎，那个清凉的水里去游泳。后来我们都去了，但是上来可费劲了啊，这里浑身都湿了。这里气候本来是就是这样变化多端的哈，本来说有雨的，但是没下。今天一天都是阳光灿烂，咱们真是走运呢。是，所以说两边跑火车呢，就这意思。这又是好几个连着的四到五级的浪。
个比较好玩的是在中间的时候有块大石头让大家可以跳水玩，我没敢上去，天马还不错，跟着儿子上去了。你看第一个人是最紧张的，犹犹豫豫的，捏着鼻子跳下去的后边就一个个跟下饺子似的了。儿子挺勇敢，他给我放的特别慢，瞎扯，你就是正常速就是这样天马展翅吧，哦，还有点意思，像块石头一样掉了。最后的这个舵手表演，你看反转360度后空翻当时就觉得没够，我还想要，还想要更多的4到5级的浪才好呢。嗯，对，并不是说特别大，要使得特别大的劲儿。这人好像是与他说从小出生在这儿哈，十几岁他就开始。他说他几次想离开，离开这一块，但每次又回来。哇，看这边的大浪。嗯，到了大桥了，哎呀，到桥了，就快结束了。然后他就问：“你们还谁没有冲够浪啊？”我当时就有点傻，我说：“哎呀，我还想要更多的水嘛。”他说：“哎，那你就爬到船头吧。”从这儿开始，我就爬到船头去了。哎呀，特刺激，就是特来劲，我觉得跟水特近呐、啊，就好像冲我而来。拜拜了，觉得太快了就结束了。完了以后我们又开车40分钟就到了一个大关山，可以看那个这马蹄峡国家公园。嗯，好，谢谢您的收看，欢迎订阅点赞，拜拜。啦啦